这座山叫释亚山，山下这个村叫释亚村，俺在这儿土生土长，从俺几婶儿，俺爹就是个军人，我常跟俺妈到村口送他等他。俺叫贺秀兰，那年才四岁，俺记得特别清楚，那年俺爹突然回来了。打那儿以后，俺爹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建设他爷说，人死了都会在天上看着家里人。我在风筝上安陈赖，回来了。耶，陈生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先生。哎，明儿个乡里又进来，一路去呗。笑啥呀？听见了吗？来大点儿。哦。广大的村民请注意，广大的村民请注意。说。今天通过农科站的这个小娃对咱村的技术培训，咱村取得了小麦大。建设啊！
你走什么了？系衣裳来。那衣裳，衣裳没洗好的呀。哎呀，这不脏了。你说你这败家子儿啊，你是净么人的？你是净么人的你？哎，建生，晚饭好了，回来喝汤啊。咋你洗衣裳？你来了？在家给主办事儿了。小兰，哎，拜吉，快来！是啊，哦，是拜吉来滑谢呀。娘，你先睡吧啊。来，快起来。咋啦？春生，今儿个在地里干农活，晕倒了。大夫说，缺乏营养。哎，俺家有条鲤鱼，咱给他送去吧。大夫说，得吃点糖。吃点糖。你干啥来呀？是不是在偷鸡倒把？不是啊。不是，那篮子里面装的啥？那谁家走亲戚，还能空着手啊？阿姨，鸡蛋换冰糖，俺家有病人。你看你这妮儿。来看看都中了，还点啥东西了？多亏外姐弄了冰糖。婶子，别客气，俺俩又不是外人。啊，那谢谢你了啊。啊，恁说话，我忙去了啊。你忙吧，婶儿。娘，走。咋样？好点了吧？好多了。来，快坐坐。哎呀，别吃了，别吃了！你看你胖的还吃，这是跟恁哥补身子用的。娘，白菊弄的这个冰糖怪好啊。白菊弄的冰糖，你当我不知道的？那白菊在村里头早晨都搁那晃荡嘞，是人家秀兰有心。秀兰？是啊。
要是恁哥真能跟秀兰呢，那我也就放心了。去，跟恁哥打俩鸡蛋，我去给恁哥做两碗汤水喝喝。明天到村里摸两条鱼回来啊，啊，给那俩妮儿送去。啊，咱得回礼，不能白吃人家的。春兰，我说话你没有听见？死孩子！
师傅，又给你纳了俩，你看看。托人给你买了双凉鞋，你穿上肯定好看啊。这是给我俩啊，给你的，拿着吧。那谢谢了啊。咦，客气啥呀？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好，那你慢走啊。哎。再见。你看这穿上。耶，人家都亮嘛，你又不买。拜菊。哎，身子。回家。哎，娘。娘。咋了？拜菊，我先走了。哪个年纪的俺们，别说啥叫爱情了，就连说说喜欢谁，都会脸红上好几天。唉，那天我要是不跟白菊议论和马景的事儿呢，也许就不会有后面的事儿发生了。你是干啥的吗？咋啦？哎，你是干啥呀？小兰，哎，白菊。快过来！哎呀，热死人了！哎呀，来喝点水吧。啊！哎呀，哎，咋啦？咦，你注意点儿！怕啥呀？哎，来，看看，看看咋样？看，咋样？好看不？光着火。好看，哎，建设啊，摸过你没有？休啥呀？死妮子，你神经病啊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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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说了。白菊，嗯，你跟春生就这么算了？一个人。他连喜欢你的胆量都没有，那你跟他弄啥呢？再说，歪脖树多的是。秀兰，哎，来啦！哎呀，你咋了？来了啊！哎呀，哎呀，你烦死人了！真是，
来了来了。你怎么上来？来了来了。走了，帮个忙，搁那儿吧。快去忙吧。哎。面好了，捞出来，赶紧吃吧。嗯。不是怪心了，建设送了。我去吃饭了。嗯。哎，娘，你不准看。不看。青年村民请注意，前几天上级领导发来了今年征兵的通知，凡是今年18岁到20岁的青年，只要是热爱祖国、身体健康，都可以报名参军。保卫祖国非常重要啊！这一人参军，全家光荣。全家，咱们全村全都有面子。所以说嘞，大队党支部号召所有的适龄青年踊跃报名参军，为咱大队争光，为村里争光，为咱父母争光。同志，这的确粮咋这么贵啊？那还用说，这是从广州进的货。你看这布的颜色多鲜亮啊！你想弄哪一块啊？要这一块吧。好，你准备十几尺？6尺。你爹每次回来都穿这身陆军装，可精神了。
可后来，只有这身衣裳回来了。娘，多少年了，这些衣裳都压在箱子里，不敢看，也不敢翻。俺总记得你爹在村口朝人招手的样子，俺总觉得他没走，就在那儿等着俺的。娘，你后不后悔送走俺爹啊？俺这辈子最不后悔的就是嫁给你爹。俺这人定一件事，你爹要做啥，那都是对的。妮儿，娘知道建设去当兵，多半都是为了你。秀兰，秀兰，这个睡户是俺爹留下了，可是他，你得回来。我明白，秀兰。邓卓，坚守。
幽冥庵里写。俺就知道你在这等信嘞。哟，给。俺每次送信都是这个点儿，你要是不好意思到大队部去拿，以后就在这儿等。中，谢谢大哥。不客气，走了啊。哎。休了。分到了一个班。今天咱们讲了棉花的生长特性，讲了湿度、温度和栽培技术，但是在实际生产运用当中，我们还要注意两点。哪两点呢？日照和施肥技术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这些，下次我们讲病虫害的防治。下课。你好，哎，小兰，哎，我找您有点事儿啊。那个，哎，汪老师，哎，不是，下课了，下课了。哎，你们聊，小兰，我走了。哎，好好，慢走啊。那个，那个谁，他最近咋样了？最近，他老是紧张怂火，我也可长时间没见他了。爹，娘，回来了啊！吃饭吧。哎。吃饭，吃饭。白菊，白菊，嗯，身子叔，正扯着乱。哎，快啊！我先进屋。在呀，秀兰，俺正要去找你嘞。我也正要找你了，要我看见春生了。我，咋了？咋了？哎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别。秀兰，俺咋回事啊？叔，爹，我错了！他爹，爹，我错了！爹，叔，他爹，叔，你这是跟我？从今以后，败家母女这个人啊，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爹，我错了！爹，带着你的野种给我滚！哎呦，他爹！我伤风败俗！败菊！伤风败俗！呀，败菊！你怎么办？秀兰，你说俺我后跟咋办呢？
败局被他爹这么一闹，再也没脸在村里待下去了。我咋劝说都没用，败局还是走了。大哥，过来了，有没有俺的信？有，给。秀兰，现在只有你能帮俺了。人说，一个人的性格，就是一个人的命运。败局赌气离开了村子，那个采购员听说她怀孕了，就再也没影了。败局没脸再回村子，他拖着身子帮人干活，发誓要把孩子生下来，再去找那个忘恩负义的人算账。可是他咋也没想到，自己竟然会难产。看着他，我心里难过，可又不知道该咋办。孩子，孩子。你看，她漂亮的很，是个女孩。照顾好他，我会把他养大，你放心吧。啊，小兰，建设知道了败局的事儿，他回信说：“俺做了对。”他说：“花儿这名字也好听，花儿以后就是俺俩的亲闺女。等她回来，会跟俺一起把花儿养大。”等建设的日子。既甜蜜又叫人担心，他向我保证打完仗马上回来看我，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他说。
恁以后别在这儿等了。如果有你的信，我直接给你送到家里头。金矮，大叔，你们养了一个好儿子，人民是不会忘了你们的。金无双，金无双，慢点。咋又看了？快睡吧，娘。我心里老是不踏实，你爹每次离开家，俺也是成夜睡不着，看看鸡呀鸭呀，再看看你，总是等到天亮，困得不行了才合眼。记得那时候的心比现在慢得多，记得有一次还把心给送漏了。
娘，昨天县里有人去了二柱家，我担心建设会不会也……哎呦，别瞎说，说不定明儿这信啊就来了。总是担心，秀兰，秀兰，我正找你了，明天来省主养殖科，你别忘去听啊。哎呦，我真还给忘了，我肯定去。那好，我走了啊。啊！春兰往家写信没有？春兰，这小子从来没有往家写过信，俺妈还真记住了。我觉着，是不是他们要回来了，所以才没来信啊？对呀，他们要是回来了，还写信干啥？对呀。哎呀，你看我，我看我想哪儿去了？军车，军部长，哎，到了，到了，哎，到书记，哎，哎呀，乖乖，这就是刘建老支书，啊刘建老支书，来，哦，这是俺村主任，这是县任务部的徐部长，哎，部长你好，你好啊。干了，歇会儿吧。不累，我眼看着人还要下雨，这些活都得干完了。
娘。他会回来，他答应过俺，要和俺一起把花儿养大。他肯定会回来。吃了没有？就拜关他了，睡会儿啊，睡会儿。我半天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了，他了。你都这样了，哪顾得上他呀？他终究是败家人。不对，娘，花儿了。花儿去哪儿了？娘，是不是出啥事儿了？我，你快说，你说呀，到底咋回事？花儿了，花儿了。孩子各项指标都非常健康，这孩儿能吃住了，可结实。这跟着恁也算有个来头，只要恁对他好，俺保证不去看他，绝不给恁添麻烦。真是你不管了，中不中？花儿，是俺给监生的闺女，我看你们想。记着让他回来，是不是？啊！哎，你看看，嘿嘿，来给你了。这是啥呀？这是什么呀？收音机。哎呦，你看娘啊，哪，他们为我又浪费钱呢。啥呀？你这些娃子。奶奶，你不是爱听那个曲剧吗？想听的时候啊，一拧都中了。
哎，奶奶，不看大胡子等不命了，我去给你修修。修啊！哎，修吧。哎。来的不错呀，兰子，你呀，别怪奶多话啊。建设，你呀，都这个岁数了，身边还带着个妮子，有个好人就嫁了。哦，奶，俺没有别的心思，俺只想等建设回来，俺要等他回来。出来这小伙子也不错呀。奶，以后不再提这事儿了。要是他再敢跟你提，我找他算账去。哎，不是。不是他提的啊，是俺想的，不是他，不是他。哎呀，哎呀，奶，奶，咋了？我疼死了！春来，春来，快点，快过来！建设奶胆结石病又犯了，大夫说这次再不做手术。就治不成了。做手术需要一大笔钱，不管再难，俺也会想办法凑够这些钱。俺没跟建设说太多，只是告诉他，俺会照顾好老人，叫他放心，盼他早一点回。是见老人家包。哎呀，先生，我从城里啊给你带来这玫瑰花种子。哎呀，还有这个，这是教你咋种这玫瑰花的，你好好学习学习。好，哎呀，太好了，我就是等这些东西，谢谢你啊。那个，我还有个事儿。嗯。你看，你看，春来对你，你看能不能？你别说了，这事肯定不行，我还要等建设。那中，你先忙着啊，我走了。啊，好。东庄的小王在家可好了，老是能干，还孝顺老人，以后也会孝顺你的，也会对秀兰好的。秀兰，小王，哎，秀兰，咋死我？陈大叔，陈大叔，给我讲个大张的故事吧。大张的故事中，我想想。小华，来，出来跟姥姥学做饭。叫你妈妈和春来叔说会儿话，啊！是，走。
快睡。小兰，今儿我来找你，是想跟你说个事儿。你说。啊，奶都跟俺说了。我知道，你要等建设。可是咱奶手术不能不做呀，要不咱俩定亲吧。成来，你假定亲。等咱奶手术做完了，身体也好了，咱就把真相告诉他。俺也想让奶多享几年福。说实话，俺跟你一样，忘不了建设。只要一想起他，脑子里都是咱小时候那些事儿。是啊。重来，中，我答应你。这儿，这儿，哎，哎，好了。奶奶相助，我是改变了主意，终于同意做手术了。我心里很感激春来，可我不知道该咋来还春来他的这份人情。小兰，从小到大，俺哪儿都比不上建设，可俺还是盼着有一天你能多看俺一眼。虽然这次是假定亲，可俺心里头还是很高兴，因为俺总想着有那么一天能跟你在一起，哪怕是只有短短的一会儿呢。哪怕是假的都好，你答应了俺，俺很高兴，但高兴完了心里就更不是滋味了。看着你天天为建设操心瞪他，俺真希望失踪的人是俺，有这么一个人牵挂，俺就是死了也值了。俺走了，俺去替你找建设。建设是俺的好兄弟，俺也相信他一定能回来。
我知道我怼不住纯来的这份情，可我不能丢下简舍，他肯定能回来。我们来关注大病保险。本月起，吉林省新农合大病保险正式开始报销，江苏、安徽启动新农合大病保险试点。记者获悉，自去年八月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指导意见颁布以来，超过23个省份的实施办法落地，青海、山东等省份已经实现了全省运行，大病患者的报销比例。环儿，你们那个啥实习，你还习惯吧？嗯，习惯。我实习的那个公司可好，在那儿能学到不少东西。这年轻人还是多学点好啊。荷花啊，这将来村子里的孩子们有没有出息，可就靠你了啊。妈，你啥意思？啥意思？你去上大学的时候不是跟妈保证过吗？将来大学毕业回来，教咱村里的孩子们。咋，都忘了？妈，那都是说着玩的，你咋还当真了？眼下我待的公司这么好，得好好干，这样毕业后我才能留在省城。这是哪个事儿？咋能是说着玩了？妈，你生啥气嘛？秀兰。有话好好说。就是就是，来，多吃点菜啊！来，多吃点。荷花啊，吃吧。咱做人可不能忘本呐。现在日子是好过了，可是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了，家里就剩下老人跟孩子了。咱乡里的小学教师们也都快退休了，那孩子们总得有人教吧？你说是不是？那也不能牺牲我吧？牺牲？你懂得啥叫牺牲？你就是这村人带大了，咋了？叫你给村里做点事儿，还娶你了？可做事儿就非得回村当老师？妈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留在村里。等待生辰安顿好了，我把你也接过去。我不去，我哪儿也不去。我这辈子。就是本本分分的农民。秀兰，你别气，荷花也是为你好。现在村里啊是啥都有了，但是还是不如城里方便热闹。就是就是，俺不图热闹也不图方便，俺就想留在这儿等着他爹回来。妈，俺爹早都死了。你说啥了你？哎，秀兰，你没事吧？秀兰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哎，妈，妈，妈，秀兰，妈，这。
妈，对不起。妈，我听春生叔说，这些年春赖叔一直帮忙，让人在那边找俺爹。妈，春赖叔对你真的很好。我知道，其实我都知道。可我总是记得你爹临走时朝我挥手那个样子，我永远也忘不了。这秀兰没事了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春兰啊，你这都多少年没回来了？既然回来了，就多住几天。其实我想搬回来。年轻人是急着往外走，你倒是想搬回来。图卡拉命，这外面再好啊，也不如家。嗯，这倒是。现在嘞，咱村啊，比以前强多了。闪闪，闪闪。哟，谢谢嫂子。嗯。那你现在啊，又不缺钱。嗯。回来就把爱空住手。村里要给孩子们啊，建一个篮球场。这钱，你出。中啊。哥，这篮球场不是事儿。你知道那个南水北调工程吧？刚好经过咱们这儿，我想就这个事儿啊，给咱村子里边谋划谋划，让乡亲们过得再好一些。嗯，哟，嫂子，够了够了，多吃点。别骂了，别骂了。嗯，好啊，春兰，咱这儿好东西那是多了是，就是没人开发呀。哥，这人呀，总是要往高处走。只要咱村子富裕了，我想外面那些人啊，早晚会回来。嗯，对。哥，我还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你说。我想跟乡里的军烈叔啊办个养老院。嗯。春兰啊，好事儿。来，哥敬你一个。来，哥，来，嗯，好。
有人说，认丝了，就会化成行星，在田上一直看着家里人，收着家里人。我相信，窝了亲人们，也一直在田上看着俺，等着俺。有一天，俺也会化成行星，去跟他们见面。这片深情，深情。